上一号是说，你如果要缩短比赛时间的话，你就规矩好球再放宽，可能再放宽一点点这样子。可当然讲到这个，耿胖一定同意，大白一定不同意的啦。打者一定不希望好球再放太宽嘛、嗯，因为超过极限没有办法打。我是觉得对、啊。对，你像魏哲那种，因为你好球再放宽，代表说你球没有经过好球。本垒板嘛，对，那怎么会叫好球？那不把本垒板放大一点，对，那都有经过本垒板、嗯，那才叫好球啊！我如果当总统，一定找你当新的院长，好棒！真的，有的那个球投在那个位置还捡好球，打者是真的连勾都勾不到。不过我觉得高的话可以稍微放高一点，哦、对、哦，不一定要说、嗯、要求在说要在红中的位置。对，因为高的我们有一个规定，比如说腋下到膝盖以上。其实每个人的高低不太一样，但是左右一定是可以固定的，因为本垒板不会因为你胖或瘦，它就跟着变大变小。那转播过程其实我也讲过，看到今年好球带，我想到一首歌叫《西风》的话，今年看到好球带，它变胖又变高嘛。对，对，这是新的梗，大家要笑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是是是，哎。